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联物业阿 Ken 啊。今天想同大家介绍的楼盘咧，系坐落喺京士柏卫理道18号的君怡峰，实用面积是1547平方尺，间隔是四房双套加工人套房。咁以下嘅时间即刻带大家参观先啦。君怡峰是坐落喺九龙京士柏卫理道18号，2004年入伙，属于区内少有的大型屋苑，由新世界、信和、九龙仓、华智、万泰共同发展，八座共有700伙。屋苑的住客会所面积达到50000平方尺，设施是包括了室内外泳池、桌球室、健身室、户外网球场等。豪宅除了拥有一对子母门之外，还有一个面积很宽敞的曲尺型客饭厅。在厅区里头，户主可以随意摆放一些大型的家私和装饰品，一家人又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梳化欣赏家庭影院。单位坐向南，景观开扬，可以远望香港岛那边，见有少少海景。前面就是循道学校，左手边就是香港榄球总会京士柏运动场。换个角度，我们看回饭厅这一边，入门口的位置旁边有一个大的入场鞋柜和收纳柜。在饭厅的后面就是厨房，厨房是呈 U 型的设计，地方宽敞，有齐主食炉具和电器设备，打理得干干净净。入走廊的右手边是客厕，是采用浴缸的设计。第一间睡房正正就在客厕的对面，隔离的第二间睡房和第一间房的面积都差不多大，景观和客厅都是一样。至于第三间睡房，除了面积会比之前两间房大一点之外，景观亦有所不同，远望帝庭园，而且还拥有自己私人浴室添。最后我带大家参观主人套房，右手边做了一个大的入场衣柜。睡房有很多面窗，日间有充足的自然光照射入嚟间房，感觉会很温暖，而且空气亦都会非常之流通。主人房又点止一个柜咁简单呢？你睇前面仲有一个更加大嘅入场衣柜。主人房浴室配有属豪宅应有嘅浴室设备，有云石双头面盘，分别有淋浴间同埋浴缸，仲有对流窗添。刚刚介绍的单位业主又放租又放卖的，如果大家有兴趣想亲自过来参观，欢迎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我阿 Ken， 我的手提电话是9136-3993，多谢大家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